素文金，有任务朋友履行预定，出，红出，红，嗯，老头你真功，遇人不死，又何必浪费一个偷袭的好机会呢？因为什么？要不是要我费出心力。有病，有病！哦，他想起公孙枪将军的精兵将武，当前军威攻势汹汹。哦，哦，金刀当魂，红颜高洁。顿时金鼓三刀，挽救平妃。这个心胸同志一生，不忘人心神领会，作文速不计划，快点速报。嗯，对，嗯，好、啊。用回提剑，这回用刀，用会当用个真有本事，也真是多才多艺啊！不同心意，如何两度心气呢？用什么容量拒绝我？看来我那是被招票，劳力不得喽。三刀，今天我三刀之人，便要处理性命。朋友，找个剑川街休困起来咯。哈、啊，你，刚才剑道中你就已经默许我离开，为何现在又要对过来？咦，此言是使人误会，刚才是疏忽大意，才让你脱得这错。我是要认真的来依你，依我怎样？自然好。啊！哎呀！阁下果然心中不落，笑。我根本就无武功，这个素魂真有剑术吗？啊，不管你了，紧找一处安全的地方蹲起来。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先去观看吉翁以动作之情。一共三刀就三刀吗？好。红魂决定，吉小赵，五魄是轰。今天的仗，用神之怒涛吞海，刀气是轰轰用，剑气避无可避，红魔可动。哦。天秋在你心胸，可是顶你尽体，很可惜，你今日对上人是我，最后一刀路。哦，走。
素文君。